亲陛下的性命悬于曹贼之手，大汉四百年基业。他已经不在了，你们告诉我，陛下是我唯一的亲人。不识火德妇人，汉室重落。皇帝の兄弟であることを知らずに育った劉兵は、死んだ兄の身代わりとなり皇位につく。我愿意替他承担汉室的苦难和重担。幼馴染の芝居、皇后福寿とともに曹操に挑む。一步踏错将万劫不复，你到底明不明白？スリリングで壮絶に美しい三国志が始まる。叩见陛下。钟爱卿平身。他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大火那日死去的只有那一个小黄门吗？而是最可怕的对手。看来能跟他一搏的也只有仲达了。我要见你们的幕后主使。放之盗贼，把这些在暗中搞鬼的人都揪出来。但是你瞒不过老奴这双眼睛。不可。那你就跟我一同改变这个乱世，不要再牺牲无辜。我还是你哥哥的皇后，是不是？陛下想从火中救人，也要忍得住分身之痛才行。陛下万岁。歴史ファンをもうならせる奇抜で緻密な戦国絵巻。你又想当谁的傀儡了？刘备，孙权。世间真有人能接近这个秘密？究竟何许人也？それは天下を揺るがす乱世の秘密。妇人之仁。我也要做这乱世之主。这是我死了以后，求你别忘了，我们还是兄弟。朕一定会保护好你。三国志 Secret of Three Kingdoms。